天涯路，夜归人，纵在天涯也断魂。刀枪相见，天涯变魂。今天你来，也等于是送死。过关斩将，亡命天涯。谁的武功最高，谁就是功臣。计谋算尽，不择手段。她是出名的美人，多少王孙公子都拜倒她的石榴裙下。碧龙、井里、罗列、田里。为什么我不能动手？因为一动手，先死的还是你。天涯路上天断魂。古龙原著，楚原导演，《天涯明月刀》。